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。好，不要用转的，因为人的颈骨是不能拿来转的，转的你会卡到他的神经，所以做这种就是指向性的去点就可以，不要像以前体育课这样子去转，这样子很伤你的颈后的神经。OK， 这是颈部，然后肩膀跟胸部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。OK， 这样就是把你的胸骨跟你的肩膀扩开来了。然后第三个是肘腕跟踝，这三个关节一起做。来，这有点难，先随便挑一只脚，然后一二三四五六七。我不行。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然后换另外一只脚跟手腕。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。OK， 然后下一个是腰就是这样转圈，一样四个八拍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。OK， 结束。然后这个应该不用教吧 ？OK， 然后下一个是高压腿开胯，就是这样子，大概是两个肩宽的距离，大概是两个肩宽，然后下去，你的小腿会刚好垂直于地板，就是一个 Z 轴吗？还是 Y 轴 ？Z 轴，对，是一个 Z 轴的概念，这两只脚的小腿都是一样，两只用这个掌根的地方去推你的膝盖。然后一次推一边，对，然后一样是压右脚两个八拍，压左脚两个八拍，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，折尾不够拍，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 ，OK， 然后最后一个是低压腿的话呢？先找一个你要面对的正前方，然后把你的右脚放斜45度，蹲下来，左脚完全平行你的正前方，然后注意哦，这时候你的轴心脚就是屈着的这根脚，可以的话脚跟要着地，然后左手碰左脚脚尖，右手往前指，尽量往前压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好，这时候直接转，这样距离才会是一样的，一样，右手碰右脚脚尖，左手往前指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碰脚尖哦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好，我倒了，OK。